像你妈妈。哼，妈，你干嘛？都偷看啊？偷看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唔好啊，食饭啊，坐阳底啊，洗洗脸，洗洗脸。你认真吃哦，消清气哦，不要哦，传染好不好？我跟你讲。妈，你看我不干净啊？哼，真正拢吃了了嘞。嗯。哎、欸，你这吃了还运动嘞，把卡路里给消耗掉了。我个参像恁老爸安尼哦，一个肩都哈尔啊大肩。我还记我当初叫恁老爸时阵吼，人我嘛是腰酸嘞，抱尻川顶壳壳嘞。啊，结果嘞，食伊个便当了后，就是变安尼啦。嘛是大肚啊，我就是无消耗我的卡路里，就变安尼。壳壳壳壳。嗯，搁弄门。拜托你听三话，你几岁人啊？我够有哟。哎哎哎，等下，吃吃吃，吃。我娘阿婆，我哩讲，坐上去。谢谢。嗯，呀，来，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便当卖完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卖完了，卖完了，明天，明天啊，明天还会有啊。谢谢啊。小心啊！他要听不到。
线又是离线，给我 MSN 又不上线。你真的很忙哦，都没在线上遇到你，连去体育馆卖便当也没遇到你，我少赚一个便当钱。那是因为我在跟他计较便当钱，不是我的钱。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，觉得你好像一只水鸟，踩着水就能飞高飞远。你知道水鸟能够在泡在水里不感冒，而且还短暂潜水的原因吗？那是因为水鸟的羽毛能够分泌油脂，然后让它不会感冒。也是因为这水鸟理论太无聊，不想理我。什么样的工啊？为什么不找一份固定的工作呢？到处打零工很辛苦的，收入又不稳定，万一外面碰到坏人怎么办？很危险呢，要小心啊！一定是因为这梦想觉得我管太多太啰嗦了。哦，都是我妈啦，谁谁凉谁谁凉，一定是遗传到她。哦，你遗传到谁啊？你听哎、欸，搁怎啊听哟、哦？啊，自己啊，洗洗凉，怪我的。我楼下那碗了，你都帮我洗一下嘛！你不要每次，你我要打你哦。哎，我累了啦，真的真的是，你有什么东西？还是那么可爱，很坏的、啊。快快快快，还剩你爸爸一个人呢、啊。在游的时候手没有抱，屁股没有翘起来，身体我听不懂，听不懂，手抱用力抱，身体扶高一点。嗯，不懂了哈，注意要抱水。 OK， 我们四个两百。